我婆婆已经走不动了，西屋真的太大了，要不要我拉你一把？一二三，还真的上来！哇，真能行啊！吓死了！我们的炸毛艇又回来了，你还摆个美人鱼姿势啊？这家伙一早才要看挖土机。妈妈看，狗狗，妈妈看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他在喊着挖土机回家，回家。甜甜，现在就还没起床了。你这有点扰民了都。咱们去敲奶奶的，走，咱们去敲奶奶。Later。哇，甜甜看，这小家伙真不给力，一上车就睡觉。可是，一下车他就醒了。戳的可真准。今天来西湖误做勺子来了。你昨天没遇到吗？今天一定能看到，只要演员能对得上，没问题的。我也没问题的，加油。风筝。风筝。好乐观哦。我们去买票。你好。什么？给你拍一张照片。我不要，你的技术我再也不相信了。来嘛。不要。太打击人了。西湖这美女是真的有点多啊，有点看不过来了。我不想回去了。哪个？看到没？过去，过去。这叫内服要带坏大舅哥。看到这样景色，你不应该高歌一曲吗？吟诗一首。啊。此情此景。西湖美景。美女真多。美女是谁啊？美女是你。这句话我爱听。想要过来这边坐船，结果这边队伍排得老长了。哎呀。3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不能坐船啊，跟阿姨说了。人家扯的脖子长长的，等下次你长大一点，妈妈带你来好不好？看，坐不了这船船。你觉得是景美还是人美？我觉得景和美，人更美。是不是太会说话？别把桥墩坐塌了。御用摄影师在哪里？可爱，可爱在哪？过来。这船我们天天看什么？爸爸买不起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这就是雷峰塔。雷峰塔太远了，白娘子解救不出来耶。舅妈不出来，走回家。叔叔爱你。坐船是没机会的啊，等你再大点再带你来，好不好？怎么年龄还不够？30多岁才让坐，知道不？走，我们去找哥哥姐姐。坐。这边适合露营。嗯。爷爷抱要不要？我妈妈抱啊，爷爷骑马好不好？这还没走出去就累了，这西湖真大，感觉一天都走不完。笑一个来，对宝贝笑一个嘛，笑一个我们就走了，下班了，快！一二三，职业假笑。你知道你女儿叫我干嘛吗？妈妈下去，你不想要妈妈了啊？下雨在荷叶。风景还是很美的，聊得很，聊得很。今天我破解了，没了，不累呀、啊？咋能不累的？现在个子长大了，爷爷抱一会儿。要不爷爷抱？妈妈走不动了，听话好不好？他关键挑人，好不好？来，爷爷带你回。不要紧，没蛋，不要紧。老娘，你去那，我给你拍一个，真漂亮，这荷叶。是荷叶漂亮，不是你老娘漂亮。我婆婆已经走不动了，西屋真的太大了。要不要我拉你一把？一二三，还真的上来！哇，真能行啊！吓死了！我听见咔嚓一声，就是这边。姜伟丽，你要养我了？说有个儿媳妇本来是为了防老的，结果被我压垮了。还真别说，我这肩膀开始痛了。太重了。还来了西湖半乐游了啊！想当一回旗舰还当不了、啊，也算打了卡呀，第一打卡成功，雪山卡。白娘子不好找，是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，在雷峰塔，我们没到雷峰塔，月亮婆婆出来了，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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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家伙老开心了，今天回到酒店呢，这家伙自由了，高兴了。脚丫子都要两边飞哦！你看他跑起来怎么这样跳跳跳跳的？嗯，这个啊，这是不是太大力了？在这，那爷爷房间呢？拜拜，奶奶，在哪里？来查房是不是？奶奶。